那个图让你不舒服啊？你有看到那个图？红多的。你看，这边是眼睛有没有？嘴巴？嗯。那这边是头发有没有？哎，真的。没有。啊嘞。这真的有点像人嘞。啊？This is eyes. Eyes. 啊？哎，帽子。啊。这个是 This is.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集零一零一。那这集依然还是在日本，不能说依然还是日本，应该说这一集我带大家来日本了。那这地方呢，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给我介绍的。而这一集呢，我会做比较特殊的方式，因为我就拍两个地方给大家看看哈。但是呢，这地方还是先就是隧道这样子，对。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隧道呢？等一下我会问我旁边这位日本人哈。OK， OK， 好，没有关系。嗨，那接下来我可能要用日文跟他去做一个访谈，因为这地方是他跟我讲的哈。来 ，Yes， 哥。Yes。就哎，这样子，哎，挨下子。啊 ，Hello。Hello。OK。My name is S。S。对，因为在这种地方，我们基本上不会叫本名哈。好，那我现在来询问他一些事情。S 君，このトンネルはね、なんか怖い話があります。ね、ここで生き埋めにされた人とかおるらしいです。な土砂崩れで、それでその中でまあ死んじゃった人とか、はい、結構な人数が死んでるらしいです。上から。然后他现在其实在这边哦，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他脸色其实不太好，因为刚刚在开车经过的时候，其实就有出现了一些，他好像有看到了一些什么。見たっていうか、ここなんかゾワゾワしすぎて。好，那他刚刚哦，他其实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感觉到，就是心脏有那种跳动的很厉害哈。那。OK 哈，那我再问他一下，说他在这边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目击情况哈？なんか、そうじゃん、あ、S君、すみません、S君、ここの、怖い話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よね。なんか、たっと、ちょ、やばいって、怖い。那现在这台已经那个 Ghost Meter 他已经有在叫了哈。那其实，今音が聞こえた。音？いや、え？何もないよ。好，那现在这台机器已经有反应了哈，那所以说就 OK， 好，因为有一些人跟我讲说，这边有看到一些人在这边涂鸦，然后都画脸啊，然后那种感觉就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嘿，好，那我们继续哈。なんか、何か見たの？怖い話。ね、まああったのは、車でここ通ったら、はい、手形ついてたりやな。あ、なんか車入って、なんかふざけてクラクション鳴らした車が手形バーついて、はい、その後体調不良になったりとかは。あ、体調が良くなくなった。頭、例えば頭痛いんですか、ですね。
じゃあなんか霊は出ます？見たっていうのないですね。ああ、まだ出ない。でも手形ついてたりとかはあったらしいです。はい。那他基本上说吼，那现在基本上灵体有时候还就是目前目击事件还不多，可是很多人走到这隧道的时候吼，就是头会变得很痛很晕的。じゃああと一つはね、そうじゃん。日本怖い話、なんか怖い話をいっぱい、なんかトンネル関するの怖い話を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しょ。このと例えばなんかあの普通日本人はね、なんか車乗ってラジオは聞くんでしょ。たまになんかラジオはね、なんか怖いの音が出るんですよね。あ、出ますね。ここは大体でもここは砂嵐で、はい、もうてかもう流れないらしいです。あ、砂嵐、ずっと砂嵐、はい、あのザーってやつ、ザーって、あー、なんかこれちょっとザ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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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ってません？何か、なんか、あ、他说他好像是有听到一些声、ちょっとザ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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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こえます。あれはなんか水、啊，他那刚刚把那个听到的，因为他现在有点紧张，他把那个隧道水滴的声音，那个就以为是有人在讲话的声音哦。緊張しないで。私なんかここにいるだから大丈夫。我刚刚讲说叫他不要紧张了，因为有我在哈。那我现在再来访问另外一位哈，那他这次也是个那个陪我来日本的一位台湾人哈，我来问问看他的感想怎么样哈。来，小杨。可以告诉我一下，你在这隧道里面看到了些什么东西？一进来，其实哦，在那个隧道口看到一个隧道底部，看到一个非常让我不舒服的水质。非常不舒服的水质啊？对，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像人脸，而且其实我发现这边很多，你其实如果说仔细看看上面这些水质，它是自己形成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很像人脸的一些东西，而且。其实我刚刚走进的时候，我发现说，哎，那些水质眼睛的部分，其实好像一直在看。而且我刚刚其实走进来一部分之后，我稍微看一下那图腾，那个水质的形成的那个人脸一样，那其实它一盯着我看，让我现在是非常不舒服。OK， 好，那你跟 S 君走一起好了，这样子啊，我懂。嗨，有。这边真的很暗的，说真的，而且在墙壁上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刚刚什么声音？さっきなの、さっきなの声？刚刚听到“抗”的一声，对吧？嗯，刚刚我们听到“啊，抗”的一声呢。可是这个地方基本上现在都没有人哦。那我们现在刚刚有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那我先看一下啊。声音也不像动物叫声。嗯。现在我听到只有风声，而且我现在相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失焦了。あれ？さっきの声聞こえた？声音聞こえたじゃん。声音振り向いたし。那刚刚我们这声音哈，全部人都有听到。然后你看它上面这些痕迹啊，实在是。啊，这个有没有像人脸？这个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还好啊。嗯。可能是我自己太过紧张造成的。不要怕，我在你们旁边哈。だから何人くらい亡くなったこっちの辺？十何人？二十人ちょいやった。あれは自殺？あ、こっちは生き上ですね。あ、生き上。あ、上はなんか山登る道？もともと僕があんまり山に暮らしてるんですよ。はい。それで。じゃあ戻りましょうか。はい、あ？
像这样，就这么一段啊，就这么一段，对。那这隧道不长哦，但是它的那个气氛哦，而且刚刚听到那声音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呢。而且刚刚那个 Ghost 那个测轨器，它有一直在叫哦。啊，やばいですか？嗨。那他现在觉得哈，这个真的是他没有办法那个哈，他就觉得，而且他现在手上那个测轨器也是一直在叫哈。哟，啊，鸡皮疙瘩吗？是，好，那我待会哈会在隧道中间来做个询问哈，问一下这边一些灵体的简单的几个问题，我大概就简单先问两三个，然后两三个之后呢，我再换一个场所，再去做一个拍摄哈。你是说哪边的水质？你是说你让你很不舒服的水质是哪一个？好，那我现在请他带我们看一下他所看的很不舒服的水质。啊，眼睛有没有？嘴巴有没有？嗯。头发有没有？嗯，哇，这真的看起来有点像哎。顔に似てるんでしょ？嗨。就是那好像有一个有没有？眼睛、嘴巴。嗯。有没有？嗯。很像一个是猫猫跟小孩这样子。OK， 像猫猫跟小孩。好，那刚刚他有说一个像妈妈跟小孩，那我决定好了，基本上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待会可能会用日文问，所以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人在这边意外上升过？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妈妈跟小孩的灵体在这里。好，那我在这边会先做一个 快速的感应。好，那这次呢，我请日本人来帮我询问。土砂崩れで死にましたか？気分ですか？いや、さっき意外あって亡くなったの人がいますか？はい、どうぞ。この山で、土砂崩れが起きて生き埋めになりましたか？いるなら返事お願いします。返事1回お願い。返事1回で、いないなら2回で。はい。好，那我刚刚请他问说，在这山上有没有意外过世往生的人哈？那假如说有的话，就跳一下；没有的话，请跳两下。那现在我们来等待他的答案哈。好，那现在我们等待他的答案的时候，我其实还在看我这周边的环境哈。其实刚刚哈，真的是。我们离那感测器很远了哈，他既然在那边叫了，代表说那边有什么东西跑过去。那我刚好在那边有放一台相机，在做拍摄。なんか鳴らしました。なんか音が？なんか音鳴りましたね。うん。遠くやけどなんかすごい聞こえましたけど。ねえ。刚刚这边其实有听到一些声音。这地方其实有听到一些声音。一回だけ？一回だけ。この感じ？いやなんか石が遠くで落ちてる。
え、女の子？いや、石が遠くで落ちたよ。はい。あ、そうですね。那他刚刚是说哈，啊，口袋。那现在有了答案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答案呢。啊，刚刚问说，一盖，你答。他刚刚跳一下哦，第二次答案也是一下，你盖莫一盖。ちょっと待って。三返事はね、三回は一回。就是我刚刚问说有没有那个，因为现在小杨在问哈，那我刚刚就是说这边有没有人在这边往生？那这个啊，じゃあ次の問題お願いします。お母さんと子供はいますか？いるなら一回で、いないなら二回で。好，那现在我请他问了，就是说，这边是。今赤ですよ。今何か聞こえました？いや、さっき何が、何、え、刚刚有听到一个奇怪声。なんか。没有，我前。他在问之前一次，问的时候第二次，然后你们刚刚是听到第三次。没有，刚刚听到喳的一声。第一次是卡的一声。今女の人の声じゃないですか？さっき。今ああって言ってませんでした。そう。我刚刚真的有听到啊这样的声音。一回でお願いします。好，那现在我请他问了，就是说，这边是。今赤ですよ。今何か聞こえました？这边是。第二次，刚刚我们在问到那个问题，问到一半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声响嘛，不明声响就三次。有一次我觉得，我认为是他重叫，可是有第二次，哎，现在有答案了，很近。现在第二次有答案了。なんか女の子みたい。一回。他跳一下，さっきの返事は一回？いるじゃん。一回ですね。はい。二回目の返事は一回。第二次的回答也是一下哈。三人呢？刚听了三次怪声响。其实我也有听到，那个変な声が。なんか周りになんか出口とか入り口とかなんか出てしましたよね。完璧しましたよ、ね。どこから？向こうから。どこか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向こうからです。しかしもし何かいるならなんか音があれは何？我前面有看到一个亮亮的东西。あれは何？小杨，你把灯打过去。一个光ってる、光ってる。嗯。嗯，这个隧道真的很奇怪。このトンネルはほんまに、なんか雰囲気をね、这隧道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啊。好，那我们刚才做感应的时候呢，其实在这边有。听到有声音，甚至连那个动作感测器都有录到一些声音哦，感觉好像是有东西掉下来。可是呢，我们出来看的时候，其实地上都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这个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或者是什么样发生？难道是灵体在跟我们对话吗？还是怎么样？因为今天在这边，其实说真的，我感觉他们回答问题的意愿不是太高啊。好。那我在这边今天要开始要说稍微做个总结，第一段的总结哈。那我接下来开始做个总结。那我旁边有一位就是 S 君哈。那我先询问一下他的感觉。嗨 ，S 君。はい。このトンネルはね、どんなの感じがあります？
とりあえずもうなんか女の人の声聞こえたし、はい、なんか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の怖い怖い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他刚刚说他在里面，因为我们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有一直听到声音，然后他现在他觉得很恐怖。那我现在来问一下小杨，你走了这个隧道你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走了这个隧道吗？是，其实我一进去看到那个水质，我相信刚刚秦明都有拍给大家看了。是啊，那个水质实在让我非常不舒服。那其实我刚刚在问了一个问题之后，其实我就是你刚刚不是说那个水质像一个对母女母子吗？对，我问了之后他答案是有的，不代表其实我猜测还蛮准的、啊、OK 好，那你觉得恐怖吗？其实我进去之后我一直忍不住东张西望、啊、是因为我其实觉得除了说里面其实 除了我们三个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好兄弟可能在旁边也好奇我们在干嘛吧。 OK 好，那辛苦你了、啊、好，那今天这一集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那我接下来换另外一个地方，它是很有名的一个自杀圣地。好，那我们下一节见。相信大家都这边都有看到一些冻结注意啊，立马杀这一句的凶。那现在我们就到了刚刚水坝下面的这个弯道，就是在这边有发生过死亡车祸。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条山路它是真的非常的昏暗，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斜坡要速度要降啊。其实这边会铺设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边之前有太多的飙车族在这边跑，所以说它设了这些东西让你在转弯的时候那轮胎的抓地会比较会很难开就对了啦，就是要你脚要什么，就是日本的甩尾啊、漂移啊，这种地方是很伤轮胎的。你脚想玩可以，轮胎很伤。然后呢，现在我们在前往路上其实当中还会经过一个隧道。那这隧道呢，其实还有一个传说就这隧道呢，会有人追上你的车，拍着你的车窗说。开慢一点。然后呢，更有人说在隧道里面会看到一个黑影但是因为这个隧道不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地，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是有这些传说存在了，但是因为在隧道里面拍摄会比较危险，所以说我就选择不在隧道里面做拍摄，直接到水坝里面做拍摄那这个隧道呢，甚至还有人说在听那个无线电的时候还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呢。那现在我们会经过一个隧道那其实沿路上你看到这附近的住家都很少，寥寥无几啊，甚至还有一些废弃的屋子在里面呢。那接下来我进隧道之后我会稍微把车速放慢一点，让大家看看这个隧道到有没有办法拍摄到些什么东西，那我就把过程带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之前飙车族太多，其实也是有一些死亡车祸，尤其进隧道时大家很喜欢炸，我们台湾是讲炸隧道，那炸隧道意思就是在里面狂踩油门让速度拉得很高。那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前面这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隧道，那其实里面都还是有的，它跟一些废弃的隧道就是不同，像我们刚刚第一站到的那个地方那个隧道就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晚上这个地方就完全是没有车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不知道在这边会不会看到有来拍我的窗户，或者说有看到什么黑影之类的。
或人影之类的。那当然这个隧道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我今天就顺便带过拍过给大家看一看。这因为这个地方的点非常的多，它这个地方有好几个点可以做拍摄。好，那因为现在开车，这样拍摄先到这边为止。我刚刚有讲说我会带大家来到一个自杀民所，那这自杀民所呢，其实它是一个水坝哈，它其实这边有许多的传说。那在我旁边呢，就是刚刚的那个 S 君哈。那为什么我会到这边来呢？我就请那个日本来跟大家讲一下。S 君，ここなんか。なんかいろいろなんか怖い話があるんでしょ。はい。なぜがあの怖い話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か。ここ。とりあえずここは自殺スポット。よく自殺者が年間でいっぱいいるという。ああ、なるほど。他说这边就简单讲就是自杀民所，然后自杀热门的景点呢，然后一年当中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自杀。那我接下来。我拍这边的风景给大家看看，而且这边有传说的地方真的超多的。那我大概来跟大家讲一下哈。さっきよりはこっちの方がもっと寒いですよ。でも水の上ですか。そうだね。じゃあ、急いで。好，那在下面大家有看到一条山路哈。其实这条山路在早期日本的时候哈，它算是一个飙车的天堂哈。那在因为在日本哈。这个在山上，它冬天其实道路都会结冰。那结冰的时候，有时候因为那边又是一个蛮大的弯道，然后一结冰的话，那个车子刚好又是一个法夹弯。那法夹弯的情况下，它的车子有可能就会失控打滑。那曾经呢，有人在那边就是这样失，就是怎么讲，就是开车开到失控打滑，然后直接冲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水库的一些地方，然后结果就这样往生了，因为速度快嘛。然后从那一次开始，就有人说在这个我转角这个地方有看到一些灵体站在那边哈。那我现在这样拍摄，然后呢，在那边有一个比较亮的地方哈。其实它这是一个公车亭，然后那边有一个电话亭。那电话亭呢，有人说会看到有一个女孩子站在那边打电话。那我现在有放这台相机在那边拍摄空景，那我现在会慢慢的走过去。好冷哦，那这个地方实在太冷了。那这地方其实就是水坝的一个周边哈。那因为这次有。摄影的部分拍的比较晚，所以说我在这边直接先做个问题的感应来询问看看哈。あのすいません。あの質問がある。まずここは自殺したの例がいますか？いるなら返事は一回、いないなら返事は二回お願いします。我刚刚用日文问说这边是否有自杀灵体的存在，那有的话就一下，没有的话就两下。寒いでしょ。頑張って。那其实大家这样看过去，其实大家都 看得出来这是真的 很暗、啊。那我这边还因为刚好这边还有一些路灯啊，你看 这晚上基本上都是没有车没有人的。只有我们一台车停在那边。那我现在在这边等待着一个答案，因为刚刚上面那一半部哈已经有问了两个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再继续问其他的问题哈。好，那我先等一下他的答案。那好，现在已经有了答案了哈，那我们看看他的答案哈。一下，
第二次打野试一下，应该。好，那我知道了。那基本上他回答应该都是三次以下一次，不是哈？那这个很有可能是。我的一个。好，好，那刚刚他的答案是四次以下一次不是，那这一次不是会不会就是说在下面车祸身亡的人的灵体也在这里呢？那这里会不会是有抓交替的一个情形呢？好，那我待会到电话亭那边再做一个询问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走到电话亭。よし、電話ボックス行きましょうか。那我先拍拍这边的风景，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哦，比刚刚那个地方隧道还要冷。不知道是不是寒流要来了。今、寒波が。那我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手也在抖哈，因为这是日本的拍摄，是说真的是真的，这风吹起来吹的我已经分不出来是那个阴风阵阵还是冷风阵阵了，反正吹起来的风就是很冻了。那我讲话了，好，那这边有一个电话亭哦，那这边其实它有它一个传说，那据说这边它是在这边发生意外的时候。在那边发生意外，然后，但是他没有，他那时候还没有死透哈，然后他就跑到电话亭想要求救，可是呢，那个他还来不及打电话求救的时候，他就已经往生了哈。那在这电话亭，从那个时候就在这电话亭有的人会看到有一个女性在里面打电话啦。那发生意外，我在想会不会可能是交通事故，因为这地方人其实开车还蛮快的哈。那我现在来到了电话亭的旁边，我这边有架设一台相机在拍摄空景哈，因为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拍摄到些什么东西。那我们才一来，然后刚刚他才一来，刚刚就叫了一下哈，好。那我来这边问一下有没有问题哈？那我先到电话亭里面。好，那我现在这个电话亭里面哈，其实电话亭甚至他说电话拿起来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我就听听看。其实现在这电话亭已经是没有声音的哈，它这台电话亭已经坏掉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我现在就要来问接下来的问题。すみません、この電話ボックスの中に女性の霊がいますか？いるなら返事は一回、いないなら返事は二回お願いします。好，那我刚刚问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电话亭里面是否有一个女性的灵体在这里？哈。那假如有的话就回一下，没有的话就回两下哈。那我先拍一下这个电话亭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还蛮亮的，这里根本不需要用到夜视哈。那我把模式调整一下哈。那其实这个电话亭哦是真的还蛮亮的哦，其实不用用夜视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楚这电话亭哦。好，现在郭思密小友的答案哈，那我先看一下他的答案是怎么样哈。因为这次我一直换地方拍，所以说我就是到一个地方问一个问题，到一个地方问一个问题，然后刚才隧道那边有问了两个问题哈。那刚刚是跳一下，第二次的答案也是跳一下。三回目もう一回。手がいると思う。四回目もう一回。第四、
好，他四次的答案全部都是回下，那基本上这边答案就很确定是有一个女性的灵体在这边。那我现在退出来哈，这样啊，实际上是。那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电话亭哈，在晚上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竟然还有一个电话亭的存在。那这个电话亭它也不能做使用，电话也坏掉，也没有人来维修。那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为什么要留这电话亭在这边？那为什么又不把它拆掉呢？这真的让人很匪夷所思啊。那我之前在这边有其实有拍到一张不太寻常的照片，就好像有一只手在这个电话亭的玻璃上。那现在其实这样看是都是有一些脏物，可是不像是手啊。然后这边还有个公车亭哈，好，那今天的感应就先到这样子哈。那我接下来就要先做个总结哈。那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一个灵异的拍摄哈，因为这个算是在来日本的第一集。那我旁边的 S 君也帮了很多的忙，所以说。在这边我很感谢他带我提供我一些情报啦，因为他之前算是我好朋友，他也有带我去灵探过这样子。那我现在请他来问，我来问一下他说他对这边地方感觉如何哈。哈 ，S 君，ここの場所はね、こっちはね、どうな感じがありますか？やっぱりサスポットでほんまに有名で年間リアルに今でも死んじゃってるんで、すごい不気味な場所ですよね。哦，就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地方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他这没就是毕竟自杀圣地嘛，对。然后我再来问他一下，この年間なんか自殺スポットでしょ？毎年何くらいが自殺しましたか？知ってます？ちょっと知らないです。知らないですか？我是刚刚在问他说，这边大概一年当中大概有多少人自杀，然后。问他知不知道，他是不太清楚这样的一个数字哈。那没关系，今天呢，在隧道跟在水坝，我们都有去做拍摄。甚至在刚才隧道里面，其实碰到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还有声音。那我再来问他一下，今日の心霊スポットはどう思います？今の、いや、あのさっきのトンネルと今のあのダム。やっぱもうトンネルが怖すぎた。他说哈，基本上隧道是真的超级恐怖啊，太恐怖了。至于哪边比较恐怖呢？就让大家自己做决定了。好，那今天日本的第一集就先到这边做结束了。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嗨，挨下子，拜拜。嗨。